这波咱们可以，那 Q 要快的，看到了没有？这一波就是观众说的，去先 Q 他一下，很难的。他掉了吗？我还以为他掉了嘞，但他不动，原来在等队友啊。一个阿闪直接带走，不带整训练步伐好的，好的时候才上的，没训练步伐都不上的。训练步伐加速能躲他的立场，这谁敢上啊？溜了溜了溜了，步伐就很关键的。好 A 不？好 A 不？走的韩师傅，哇哦，五层被动拿满喽！我今天你不给我吃，我也要吃。咬我呀，咬我呀，打得动吗？啊，就是这么嚣张，就是这么任性，就是这么是。这把看我如何把控游戏节奏，让我升到十六级啊 ！Hello， 雷猴啊。你还要给我刮搓背是吧？还给我搓背，他这不还要出来给我们搓下背的，叠个大招先。意识到了，先过来给眼，但是没有用，预判了后睡王后之面。是感觉到我的杀气吗？直接做掉，慌不慌？先泡他的盾，还有谁？还有你啊！盲僧 Q 到寒冰，直接上去交闪，派克直接斩掉，好、哦、二连斩，哇牛逼！我就顺就勉为其难收一个吧，不上高，上高他们就要上票，不要在高地上面，在高地下面玩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十六了，已经我赢了，兄弟们，我是不是包赢啊？这边右下角。哎，哇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
哇哦！任性十足啊！